对，想问一下金文姐，就是刚刚其实上台领奖的时候你蛮冷静的，那你是那个情绪是忍到车上吗？还是其实已经快要崩溃了？没有，我就是一个不会在大家面前掉眼泪的个性，因为可能就是天秤座比较爱漂亮，所以就会一直盯一直盯盯到最后，刚刚在车上就哭了。有大哭吗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还是比较平稳。我觉得我还在这个情绪当中，所以对，那你在走上台的时候，因为其实出道31年，就是过程也蛮多戏的。然后第一次得金马奖就入围金马就得奖这样子。那你在走上台那段路程，你有想到过去，比如说刚第一次演戏或者是一些跑马的跑步吗？你说在短短的几秒当中，对啊，我只有那个跑马灯，我出了空白，就是在全身就是发麻，然后没有太多的跑马灯，然后就觉得很奇幻，因为对，就是空白多一点点，然后很怕没有谢到该谢的大家，对，有漏的吗？我在天上的爸爸。对对对，所以我刚才车上其实因为这样有点难过，是没有想到这样，那个影片就是刚刚好像有透露说，就是女儿有偷带寄影片来，然后可以透露一下她是有讲什么？没有啊，他们就拍，就是我现在就帮我录他们在家里尖叫欢呼的，然后刚要睡觉前就说妈妈你很棒，然后我们要睡了，你不要喝醉哦，因为爸爸说我今天会喝一点酒，所以你不要喝醉哦。是波妞还是这个？布布跟波妞两个都叮咛你，但是布布讲的啦。那导演，因为你自己入围个人项目很多嘛，然后但好是不是对于就是没有拿到导演奖这件事情，会觉得有点很想拿？我觉得我刚刚不应该开那玩笑，因为我觉得那个什么屁股抬起来。事实上，我觉得那时候好像觉得，我那时候只能全心等待他们两个人。在公布结果，因为那个女主角比我导演奖意义还重大，而且我得女男得，后来我想想，我可能没有得导演，可能也是因为我有得影片吧，我是这样想啊，我想说，如果没有得导演，他是不是有一点分配，然后影片是我的。我导演刚刚讲得很好，他说因为他就负责开机关机，女主角太好了。对啊，那可能他们觉得说，这导演哪有什么做什么事情，杨丽媛那么会演，我只是好像在旁边负责开关机。然后还有控制器。还很会编剧啊，很会编剧啊。对，编剧那个是我完全很意外的，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得编剧，因为那个故事太简单了，简单到我只把一些生活细琐的东西把对白写出来而已。他所谓的一个剧情的布局，我相信不像别的电影有那么多故事吧，所以我很难相信，很难想象我得了最佳编剧。有啦，一直翻转，一直翻转，一直翻转。对，但是都是那种生活上的那种小细节翻转。这就是高干的地方，厉害，是吗？那王晶应该今天就相对很平常心，因为你刚刚好像说就打从心底很希望是静雯姐先的，确实是这样子，没有错，就是从一开始得知入围，然后之后的好几次访问都蛮坚信应该会是他的，导师那时候就是听到他的名字的时候超级开心的，然后中岛突然抱我，我就突然想说不要安慰我，然后还抱我之后，我就突然觉得有点小小的难过。可是后来得知我们得到那个最佳新唱片的时候，那个整个感觉又回来了，这样子又觉得很开心。因为抱他是原因，我自己有讲过，如果说有人问我说，如果两个人得奖，另外一个怎么样，我有说我先抱一个没得奖的人。导演说过。在颁那个影后的时候，是不是颁奖人有说你先念前面，我先念后面？那时候有没有想说，哇，有没有可能是双蛋黄？那时候你们在台下的时候有没有？那时候应该谁都没有。我有这样想，是吧？对啊，我想说前后是什么意思？对啊，对啊，我自己都想说我是双蛋黄。我心里头想的是说，王静之前先入围过返校嘛，所以她前面是学姐，一下子突然今天变学妹。第二换是换着机会解决，没错没错。那有没有打算今天要怎么狂欢？等下除了唱抉择之外，我们把那个
要把《甜蜜生活》曾经拍过电影的主题曲全部唱一遍。导演，导演今天唱歌。没有了，没有。导演今天要把麦就对了。没有没有，我没有不会不会唱歌。他也想赶快吃东西。我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一起来吃东西，然后开心喝酒。嗯，那你们刚刚在过程串场的时候有偷吃东西吗？因为好像很多人偷带巧克力。没有，完全没有。我有吃饼干。太饿。忘记抹点头。我最后是巧克力，没有，因为今天最紧张就是引言的部分。嗯，你讲得很好啊，你讲得非常好啊。对，我电影都没有拍那么好，我觉得我电影都没那么好，我被讲。你好会讲哦，我真的快吓死了，因为我不会背东西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超厉害，我就想说，因为我是到后台才临时赶快改我的词的那一种，因为我想说今天大家讲的都非常的简短，因为今天有听说金马的词，那你写吗？就是他们给我一个模板，然后我把它加加减减改改这样，然后我才赶快临时赶快改出这个版本，我真的快吓死了，我真的超怕我在上面如果忘词的话，我真的是会直接回家。你台风超好，看不出紧张。说到很会讲，就是静雯姐也很会讲，就是你刚刚你有讲到一段，就是你在就是好像挫折跟生命有一些遇到一些波澜，你都会想要感谢。对对对。因为我觉得那就是人生啊，嗯，人生本来就是有起伏嘛，嗯，所以在那个每个过程当中，我觉得都是对演员来讲，对我自己来讲，我觉得那都是很好养的，嗯。那静雯姐，你今天有预期到今天会得最佳女主角吗？我跟你说，我都是到了今天我才觉得有一点点压力了，因为大家都会说我会得奖，可是说实话，因为我也没看到其他的一些作品。我12月1号才要去看《美国女孩》，所以我根本不知道，只知道我跟小静的状况，但是不知道其他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完全不知道评审，就这些东西太复杂了，所以我没有去想那么多。宣布之前，他们两个手都握紧。对啊，我们两个手握紧紧，我觉得那是一种还蛮好的过程。嗯，那这次现在因为这样得那么多奖，得4个奖，那可能就是映后会加床吗？就是你们跑映后会加床吗？加床，我们可以开开心心以后了，开开心心以后，对对，前面也很开心啊，是是是，你听到很多故事，对，但是我们其实已经排了很多场，然后但是有点担心说，哎，今天希望对，然后结果真的哈，明天他早上9点要去跑映后，对，9点不是跑映后去跟观众打招呼。9点，那哇，导演通告比王静早哎。没有，我们也9点哦。是9点，我们8点半在这边嘛，9点去戏院，直接从这边过去。喝到8点，然后直接去的。没有开玩笑，是没有了。他已经听到喝到8点，他就倒了。他先睡着。只是说没有更有力气去跑映后了，因为你就是有一些可以感谢观众，跟他们分享很多东西的。就如果有很多观众是等在说哦最佳剧情片是哪一部的时候，现在可以准备要订票了，对。嗯嗯。刚刚到后台就是张震马上给你一个拥抱，是彼此有一点惺惺相惜。没有，因为他哎，就是我在后台在等那个最后的奖项颁的时候，我们俩聊天说上一次的见到是在某个综艺节目，但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了，所以我们两个就是说。好特别哦，在这个场合会碰到。大概隔几年了？我现在也其实不记得了，要上网去查。是谁想起来？他想起来的。他说：“你记得我们最后一次，我们最后的见面是在哪一个综艺节目？”我说：“但是我想不起来是哪一个。”我们两个可能都要回去 Google 一下。我上次我23年前拍你那个片名叫《最佳女主角》。导演在，你不要讲那么清楚的年份嘛。我以前拍过一个广告叫《最佳女主角》，骑白马的，是导演拍的。其实我完全忘记，我跟导演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导演说：“你还记得我？”我说：“哦，对哦。”就是我有拍那个骑白马片，这样。没有啦，是16了。好了，你不要再编了，人家上网就可以查到了。你干嘛再问一次吗？你们那么很久都认识了，是一个预言。对，是预言。那时候就注定最佳女主角了。对，最佳女主角啊。骑白马，真的。瘦身的那个。骑白马。对，黄河南的那个。瘦身，他们年纪太轻，不知道对不对？我们不知道。我们还在跑去那个什么，那个泰鲁阁还是哪边？我不记得，不是只有一匹白马。导演还记得那时候见到静雯姐跟现在的那个感觉有差吗？当然有差。哦，没有，我觉得那个整个容貌没什么差了，但是就是更成熟了。
应该说我更漂亮。更漂亮。什么意思？你还教我怎么说？所以金文杰真的要考金曲吗？下一金了，三金，看看大家有没有这样的需求。我愿意接受挑战。你找卢瑞明啊，卢瑞明当制作人哦、啊。我等一下去跟他喝两杯，加油、啊。我跟小军一起出，还是他们组女团？没有，你唱的很好听，可以。可是导演刚刚有提到说明年要再拍电影，就是新的片，那会角色会想要继续沿用还是？没有，就是今天得奖全部拿来抓来用啊。哦。得奖不能用。哎、欸，不是小心。没得奖就不是。不，你再想一次，收回。刚那段不能用。受创。全部用。没有，我们都希望能一直拍电影的，因为台湾电影就是希望有一些电影一直出来、啊、嗯。然后他尤其最近，你知道金马奖就比较辛苦嘛，因为受制于只有，你知道吗？是，不知道，他知道就好。对，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多拍一些电影，让台湾电影更多一些，更多元啊，更有一些竞争力、啊。希望这样子吧。嗯。当然，你还是要看你能找到的钱啊，你有没有所谓的脚本啊，这些东西都是最重要的。导演有没有觉得哇，对资方真是有交代？没有，没有，还是没交代，是有。对，因为我觉得是疫情实在让我们真的还蛮辛苦的，而且渠道每天基本上每个。上礼拜我们每天都跑影后文，每天晚上来。徐导真的是亲力亲为，他连创投都穿瀑布的 T 恤。对，而且我们那天上礼拜去整个华山都没有人呢，一个人都没有，只有七十几个人在我们的电影院看瀑布而已。所以有 Q A 是进去，人不太多，所以心会凉掉。没有，那七十几个人，七个人是蛮多的，但是事实上你可以知道，这些疫情让整个电影是蛮重创的。他是说外面都没有人，但是都到了我们戏院看瀑布，整个厂区都没有人，一个人一个都没有啊。本来还担心了，然后进去就发现人蛮多的。对 对，人就是还蛮多的。嗯。还有问题吗？差不多，可以吃饭，可以去吃饭，放饭，好饿啊，放饭。好了，那我们放饭。